唱的可以一起来好不好？会唱的，会唱的，来。看看你们的手可以吗？来，哎。面对面，我再也不想从前。想要告诉你是欺骗，我知道你的眼泪流不停，你的心已破碎，我又怎么办？谁知道？谁知道？这是善意的谎言。感谢我们的亮丽的高贵的丽慧君小姐为你安排一系列非常精彩的歌曲，接下来呢紧接着节目为你安排也是一位美女哦，这个是我的评判老师，就是我平常都会参加歌唱比赛，她就是我的其中一位歌唱老师，然后刚才那个丽慧君小姐也是我的评审老师，今天晚上好多评审老师哦，她是来自大马电视台 Astro 的总冠军，他有荣获过，这个爆出来会吓死人呐、啊！他荣获过228次的歌唱比赛的冠军宝座哦，也荣获过我们的百金唱片，非常非常厉害！掌声欢迎我们的刘燕燕，为你安排第一首歌曲《Naruwa 情歌》送给你。